你帮我们想一首啊，我们就唱。从头唱一遍，哎、欸，真的是没有办法的，我们先订包厢。意犹未尽，你们可以点歌啊，点一首。有没有今天很想听到什么歌？什么啦？好，对，我们还是要照顾到一些、就是对那个比较少数的朋友啊，不，那个可能占多数哦。对，还是要，也是可以啊。那、欸、你们很坏呢，这些人怎么这样子啊？对，这首歌就是大家大合唱了，好不好？就我们祝福他们早日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嘛。纠缠有没有用？可是我多么不想，那么苦痛。你说你不想分手，只要那，情人节就是今天。其实爱对了人，情人节每天都过。带起来，分手快乐，祝我们你可以找到。想过冬，厌倦沉重，就飞去热带的岛游泳。分手快乐，经历快乐，未免错的才能面对的相逢。离开旧爱，像坐慢车，每个人的心中会是寂寞的。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。你发誓你会过得有笑容。人家的那个伤口撒盐巴、啊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是小圆台，谢谢大家。但，咦，没有人要帮我们结束呢？你们开心吗？你们有很开心吗？讲话嘛。好啦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铁花村听小烟台阿敏敏的表演。那回去的路上小心哈，准备下雨了，赶快回家哈。谢谢大家。